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09年6月22日。那个活动站14:51出发，就是4030次，请用沿线开往苏澳新的车子，微笑号区间快车，用808/807。感谢各位看，如果想面干嘛，在里面多多点我们的以及官方片，然后获利站代币有5节随行多特价139单点到5节随行多特获利，在活动站代币，谢谢各位看，拜拜。